男星那里尺寸普通，靠这招到处劈腿。阮经天与徐伟宁交往长达八年，但工作与私生活频频出包，甚至还传出口爆性癖好，当时徐伟宁都不离不弃，算是傻爱代表。直到前年传出阮经天偷吃中国已婚 H 女星，才让他忍无可忍分手。细数阮经天的偷吃史，除了有跟前女友上床，还有上台中的酒店金钱豹寻欢，在台中开房间跟韩国女星尹恩惠电话传情，最后还有 H 女星。